大家好，我是小平公证员，我在美国加州城县尔湾这边做公证。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委托授权书的三级认证。那您什么时候需要用到这个文书呢？就是如果您人在美国不方便回国，想要买卖房子或者其他重大的事情，那您可以写一封委托授权书中文版本的，委托您的朋友啊、兄弟姐妹、家人来帮你处理一下。这个呢分三个步骤完成。第一步呢，您可以把这个委托授权书写好，写好之后呢，来我这边做县一级的公证。我是加州的公证员，我可以做县一级的公证。做完公证之后呢，我可以帮你到洛杉矶州务卿那边做一个海牙认证，州务卿认证。做完州务卿认证之后呢，我可以把这个文件送到洛杉矶中国领事馆那边再做一次认证。做完这个认证之后呢，您的文书就可以带回中国大陆那边去使用，您人就可以不用回国，就可以买卖房子啊，或者是做一些银行账户上信息的改变啊、授权之类的哈。整个流程的话，目前由于疫情，所以大概需要3到4个星期才能完成。如果等疫情过后，正常的操作时间是7到10天。整个流程还是相对比较简单。如果您有这方面的服务需求，请您联系我。我的电话是949-562-5043，949-562-5043。我是小平公证员，再见。